大家好，现在是下午的15:06啊，接着跟大家聊啊。这儿有一个消息啊，惊呆了啊！仅仅5分钟，2021年北京、上海1至10月的托福考试的考位被抢光了。重要的事儿重复3遍：被抢光了，被抢光了，被抢光了啊！身体最诚实，动作最诚实，行动最诚实啊！什么意思呢？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啊！托福啊，托福 TOEFL 是吧？这个我这个学问没有啊，学历没有 T test of 是吧 ？F foreign 啊 E English L lessons 是吗？应该叫外国学生的英语考试，是吧？是进入美国的一个大学考试的一个敲门砖，是吧？除了托福之外，还有什么 GRE 之类的，对吧？我了解的比较肤浅啊，哈哈，学历不高啊，初中毕业啊。但是我说的事儿在理，是吧？是真事儿，大家赶紧啊，抓紧最后的机会。这个前几年我就常说一个两扇门的理论，一扇门中国政府中国的政策允许你从中国走出去，这扇门随时可以关闭，比如说经济形势不好，外汇短缺啊，国内安全的问题，跟国际上一些大国比如说西方国家的问题，对吧？关系不好了就不让你去了。现在你看见了吗？美国也不愿意让你去了，美国也开始限制了，英国、日本，尤其是一些涉及高新技术的啊，跟国防、跟战略安全、国家安全有关的专业，现在已经不让中国学生学了。不过呢，你们可以来我们西班牙吧，西班牙可能欢迎更多的学生来西班牙，西班牙的学费也比较低，当然西班牙特别好的大学也不多，说实话啊，这个甘蔗没有两头甜啊，大家琢磨好了。反正看这趋势啊，中国政府的门随时能关，中国不是民主国家，一党制，他随时是吧，可能哪天晚上大领导啊，大脑袋拍拍脑袋瓜子，别让他们出去了，外汇大量流失，对吧？因为你到国外你得花钱呀，花钱你爹妈不得给你寄吗？寄就拿人民币换外汇啊，每年5万美元的额度啊，不够的话爹妈还得想点别的辙呀，对吧？别去了，别去了，是吧？那都是帝国主义势力啊，他们围剿中国，围困中国啊，遏制中国啊，这个亡我之心不死。西方国家也不是特别欢迎你吧，是吧？尤其是中国的推出一个什么科技方面的千人计划啊，据说啊，我没掌握具体的证据，据说是剽窃人家很多科技成果，对吧？有很多这个商业间谍呀、经济间谍呀、科技间谍呀，对吧？那反正最近几年中外关系，中国和外国关系一直不好，对吧？和美国、日本，包括跟台湾，甚至和自己的香港，对吧？这台湾、香港是自己的骨肉兄弟吧，也闹别扭啊，对吧？跟越南、菲律宾，你跟周边的国家，跟印度这关系都不好啊，对吧？所以前几年中国还往外砸钱，到捷克给你是100亿是多少亿啊，英国不知道那钱砸出去没有，或者砸到谁脑袋上了，谁合了事了，谁得了影了，是吧？都不知道啊，因为在中国很多信息都不透明啊，对吧？谁是最终受益者，谁授权你花这么多钱的，钱花在哪儿了，是吧？中国人民是否受益，对不对？有审计吗？对吧？上甘岭电影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啊，女性角色扮演女卫生员王兰的叫刘玉茹。1955年这个电影演的是达美帝，1957年反右被打成右派，1958年刘玉茹被发配到哈尔滨郊区当农民，现已旅居美国安享晚年。一条大洋波浪不宽呀，是吧？过去唱那歌
一条大河波浪宽啊。其实你跨过太平洋，你到了美国，没人欺负你，这儿没有政治运动，不会半夜就从你们家闯进一批人，把你揪走，给你关到牛棚打你骂你，不会。是吧？这个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纳税人晒出了他的一张税单，他交了大概2190块钱的税之后啊，应该是澳币啊，澳币啊，收到税务局的回执啊，叫 tax return 啊 ，tax 就是税 ，t a x 也可以叫 duty 啊 ，d u t y 这都是税啊。上面详细列明这笔税款用于社会福利的部分为，有一笔钱是846美元啊，他说的是美元单位啊，但是澳大利亚人，应该是澳元，应该是澳元啊，我不清楚啊，我不清楚，反正是这么多钱吧。然后社会福利846，然后846元吧，健保420元。国防开支203，教育183，清清楚楚的，是吧？你中国的发票都没有显示，是吧？中国的发票就没有你这笔交易当中的税是多少钱？没有。据说有些美国的那种大型的会员制的超市 supermarket 或者法国的家乐福，说据说刚到中国的时候，那发票跟他们的母国总公司所在国是一致的，啊，上面列明，啊，这笔钱，啊，这笔交易你买了多少东西，然后有多少税。后来中国税务局找他们了，说你这样不行，啊，把我们这个收很多税的事实给揭露出来了，这样我们没法混了，是吧？前些年还有什么呀？外资的加油站，是法国道达尔还是美国哪家呀？埃克森美孚。啊，在中国也有加油站，但是特别便宜，马上就被约谈，啊，还有外资的汽车，合资的汽车品牌来中国两件事儿，第一涨价，第二减配，把你的配置都减下来，价钱抬上去。所以呢，老外啊，老外到中国就学坏了，学好是3年，学坏才3天。对吗？学好3年，学坏3天。我就接触过一些老外啊，美国人什么的啊，我不说名字了。就是一开始来中国，他请了一个中文老师教他学中文，一开始他是自己掏钱，后来也用公款，还有这个公款吃喝也很快就学会了。所以现在不是说啊，美国政界啊被某国政府啊这个渗透嘛，用金钱呀、美色呀，完全有可能，因为学好不容易，学坏可太容易了。谢谢大家。